迎收看周日的东桥 Vlog。我们终于回到东京啦，这次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在青城白河。为什么我们这次两个人都穿着羽绒衣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出外拍摄 Uniqlo 赞助的羽绒外套，赫吉轻羽绒外套。终于到了这一天，终于到了这一天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边走边找几个场景，然后外拍一下吧。就是我们选择青城白河外拍的理由。就是像礼拜六这么热门的时间，如果到表参道涩谷，周末即便那些地方很漂亮，应该是人满为患。所以青城白河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它就是地点还蛮大的，然后咖啡店很多，就是很好的小地方可以，蛮适合当街拍的。我问你外拍有经验吗？算是完全没有。在东桥的 vlog 里面，你做过几次类似的动作？平常拍影片拍习惯，你就会突然觉得外拍有点尴尬。还蛮难的，其实。对啊，拍影片的时候你就敢做这些有的没有的动作，拍照片就不敢了，因为乱尴尬一把。我们现在来到河畔呢、啊，我们第一阶段终于拍完啦、啊。我们把它装进那个袋子里面，然后展示出它的便利性。今天很难得的可以这么悠闲的拍 vlog。平常这几周都一直往外跑，然后挨着就是浑身酸痛，然后肌肉酸痛，然后脚都快断掉了。但是今天就是因为有拍照片原因，然后也没有特别的真打，所以就带大家的城市走走，回归真正的东京走走。今天真的是走得强，对。好啦，我们刚刚喝一个咖啡，然后讨论一下东西，然后现在谁来了？耶、yeah, ！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的金牌妹，是啊。Jennifer 已经被我们从名单中删掉了。等一下，没事中啊。然后我们还要顺便去找那个，我们还有个朋友叫 Simon， 席梦斯了。那东桥好朋友 Mr. Simon 来了。现在录影还在拍照，录影。Simon， 因为他就住在附近啊，青城白河。吃完饭喽，我们送 Simon 回家啦，三个人送他回家，保护他，保护他。拜拜，再见。好恶心，好多手、啊，快的画面。我们今天拍照拍完了，接下来去哪个地方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去水天宫前面看看。大家有看到这个吗？东桥的最新大头照，谁帮我们拍的、啊？木马图陈御用摄影师，耶！大家看，这是人形景的柳屋钓鱼烧，排那么多人哎，蛮厉害的。这个柳屋啊，在台北的排3.59，而且有604人入场，所以应该是蛮好吃的。大概已经排了30分钟左右，所以我们等过最久的钓鱼烧店。我们排到天都黑了，有没有？终于等到啦！哦，超烫，超脆，哦，哇，一挤就红豆都挤出来了，赞赞赞赞赞！吃完钓鱼烧，接下来要去下一个地方。你是来了。超冷，走。知道了，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啊？喝珍珠奶茶。今天喝哪一家？鹿角巷。本期影片是由鹿角巷赞助播出。我们从第一次拍 vlog 游鹿角巷之后呢，过了夏天，过了秋天，现在终于又到了冬天的时候了。超热哦，超烫的哦，对不对？史上最烫鹿角巷。幸福的味道，鹿角巷好喝。喝完鹿角巷了，我们接下来要去下一站新宿找另外一个东桥好朋友，大家看看是谁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宿三丁目。耶、yeah, ，东桥朋友 Esther。
吃饱了，好啦，我们就在这边结束了吧。今天这个 vlog 其实没什么主题啦，就这样子啦。就是东桥欢乐的，终于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朋友稍微吃个饭的快乐 vlog。我是鲍勃，软。我是 Chloe， 大家再见，拜拜。